大家好，我是老肥。我们今天呢要撒一点这个肥料了，玉米啊，这个长得很不错了。今天真的天气好啊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说的网红大咖是农人老肥。农人老肥原名谭德华，广西来宾人，老肥可谓是三农自媒体的红人。2020年西瓜打榜年度总冠军获得者，虽然粉丝不多，但人气和流量都是非常高的。他是自媒体的一匹黑马，加入自媒体才两年多，人气远超小六、视野和桂平、光哥这些资深自媒体作者。那么农人老肥一个月的视频收入有多少呢？今天咱们就来算一算。咱们以农人老肥2022年1月份的视频为参考，那么他在1月份的视频播放量有多少呢？请看数据统计图。从统计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1月份农人老肥一共发布了53条视频，整个1月份一共获得 1323.5 万的总播放量，平均一个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 24.97 万。那么 1323.5 万的播放量能给农人老肥带来多少收益呢？请看数据分析图。农人老肥是平台独家签约作者，每万播放量按60元计算，那么老肥1月份视频税前收入为 79,410 元，扣除 30% 的税点 23,823 元，农人老肥1月税后收入为 55,587 元。但这还不算抖音流量收入、直播收入以及带货收入，农人老肥保守估计年入百万以上。农人老肥真是太厉害了，短短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人生逆袭，如今的老肥妥妥的人生赢家，不但买了豪车，盖了别墅，最近又当上了爸爸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以上就是农人老肥收入的分享，下期见，拜拜。